咖喱人当还有冰奶茶，里面有果糖。好，没有。那我据我们刚刚所了解哦，那这一位他已经有做采检了哈、哦。那他是在饶河店，他不是在这个所谓的原版 S3这边，所以他是在另外一家店。那我们也做采检了，好、哦，那这个等检验结果出来就可以厘清了。现在关于这个有条这件事情，是11个县市的营养午餐他们有在进，那是像台北这边是没有，那到底要进吗？我想，都尊重地方政府，但是我们现阶段就是赶快把检验做出来，把真相厘清，好、哦、来，然后再来做下一个动作。那如果跟这些其实是没有关，我们等到证据都出来以后，再尽快做厘清，这样是比较妥当的，好、哦，因为我们也要预防事态的扩大。这样进会不会太早了？啊，禁止大家小朋友来营养午餐来。对，我想尊重了，好、哦、尊重，大家对孩子的保护可能就会比较这个积极一点，好、哦，这个我们都尊重，好、哦，好，好，谢谢。我们目前的证据看说，有些患者那个里面重症的有验出血液中有米酵精酸，可是初步卫生单位在那个餐厅采检的话，看到说一些板条内果条，他并没有看到米酵精酸的一些，没有验到它的浓度。就说因为有时候在采验当中，就病人吃下去跟到你采验的也许不是同批，我觉得之后还是要多方面来化验。掌握像酒精一笔消费记录哦，有50多笔都是龟鸭条，但这50多笔龟鸭条它消费在料理的过程哦，也不会只有单纯的龟鸭条，当然还有包括整个料相关的食材、酱料等等，所以这些我们在包括查扣整个料理过程的食材哈，还有在行政院会、中央以及包括桃园市副市长黄明月，他也是专业的。也提出来，哦，这个整个过程都必须要非常审慎的来检视，哦，所以也绝对不会单单只是龟鸭条或河粉而已，哦，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料理的食材都把它全面的做一的检视。主持人再帮我讲解一下，就是说您观察到有可能果条的部分是受到木耳感染这个部分。如果是做出来确定是那个菌啊，那个酸的，啊，那个毒素了，啊。就是米酵菌酸，那这个东西呢，主要的是在过去呢，不管是在东南亚或者是在非洲，都是在发酵的过程里面，这个食材受到污染所造成。那大家也听到了，最主要它会在一些含脂肪比较高、脂肪酸比较高的这些食材里面，就像那个椰肉啦，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东西。中国那边有很多的报告，主要的也都是在发酵食品的时候，它所因为有受到污染，所以造成的这个问题。那这个事实上，窝仔条它
没有经过发酵。那当然，你如果放在外面，啊，放在室外呢，没有做很好的冷藏，一般来讲应该就是看就是那个仙人掌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仙人掌菌的中毒呢，事实上这个它的临床表现呢，不会像这个米酵菌素呢那么米酵菌酸呢那么严重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米酵菌酸所造成的问题，那应该就是在食材的这个过程，在处理的过程里面所受到的污染。那在新加坡大家知道它也是属于东南亚区，而且它那边有很多跟印尼也很接近，所以他们的食安的这个警告里面事实上就写得清清楚楚，当你在做这个白木耳或者是黑木耳的这个发酵的时候啊，因为像台湾呢，黑木耳要处理要煮之前呢，一定都要泡水。那有些时候有人会泡的够隔夜，甚至泡的更久，让它比较软一点，比较好吃，比较容易入口。当在浸泡的这个第一个这个木耳，因为它会受到一些这些菌的污染，所以你要浸泡之前一定要洗干净。然后呢，这个洗完干净之后呢，在浸泡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食安通报里面就告诉你说，你应该放在冰箱里面去浸泡，不应该放在室外，因为你像东南亚地区都是比较湿热的这个地区，所以很容易会这些菌很容易会滋生。那台湾呢，前一阵子也是蛮热的，也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这个菌呢就在这个木耳上面增生。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它只有那一家这个宝林有问题，其他的宝林呢事实上没有发现有这样子的状况，哦，所以这个回归到最原始，就是一个餐厅的卫生呢，跟各那个厨师的卫生，还有环境的卫生呢，事实上是还是最重要的，哎，还是最重要的。医生，那个菌的它是已经存在我们这边很久了。菌呢本来就是在泥土上面或者在空气里面呢多多少少会有，尤其是在一些的这个谷类上面它也会存在，它本来就是存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只是要有机会它才会增生，才会产生这样子的毒素出来。所以请教一下，所以它是如何在处理的时候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污染最有可能？我觉得我猜应该是他们那个木耳，黑木耳这个那个在浸泡的时候，第一个它没有放在冰箱里面，第二个它浸泡的时间够久，还有就是它的黑木耳要处理之前呢没有清洗，上面的菌呢在浸泡的过程中间加上湿热，所以呢它就增生，那你直接拿来用当然就很可能就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中毒的一个状况。我们一直都指标是指向宝林食堂，那但是我们也要在宝林食堂里面找的那个厨房或是哪个地方去找到这米酵菌酸的成分所在，应该是安尼才对啦。我即马目前的看法像中国伊那些洪医师洪教授讲的嘛对啦吼，可能咧清洁阿早时对内底提出来，这角落有些单胞菌的细菌的感染哦，伊唔知去清出来去感染到，可能性嘛足大诶。这个在1936年哦，日本那个静冈县也发生过一个大火事件，就是这个麻糍吼。啊，内底有尿出来、尸体，然后做粪便，有无啊？去感染，有啦，单泡菌的，像甲这米酵菌酸拢同款的物，无同款，但是同款单泡菌所产生的毒素，啊嘛死，千几个中毒，44也叫翘去，所以这代志大条。源头找到以后，再找更深远的源头，到底是真正无清洁所造成的？因为这出代志的人哦，不是都吃同一个东西嘛？啊，所以伊是毋是有佐料？比如讲，你放伫桌仔顶的迄个醋啦，啊，甲米，迄个咱日本人讲米素，迄种发酵食品，迄内底拢有可能存在即个米啦。所以这种无，大家拢中奖嘛。有讲有叫有下，所以伊才钓到啊。啊，无叫人就无钓啊，是毋是安尼？就爱，所以爱考虑看看，去找这個源头，无即摆紧找。既然都检出来，我想是赶快找到源头，这个才是重点。